哦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大哦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变慢，三级、三级、四级、五级。哦，我们看到五级。哇，终于掉到五级电鳗了，各位，在我们这个地图上面哦，7769负3251哦，记得去买我们的肉米尔哦，是它是比较大一点的肉团，看一下哦，太兴奋跳上去了，OK，打开我们的商店哦，肉米尔一个大概50电哦，就是。我发现他用这个钓吃的几率比较多一点，我们再试试看可不可以钓到第二只或第三只五级的电鳗。好，记得按 R 装备哦。OK，在我们最近的地方丢出去。你看到水上面有一些那种长长的哦，那个就是电鳗。我看到前面有一个来了，我就换地方。中了！哎，按太快，没关系，再来。肉团还有42个，哦，我是在下面，往咬啊，往咬，一直在下面不咬钩。好的，不好意思哦。嗯，我中的是电鳗。多余，
碧青，碧青是什么？精英的鱼是不是？哦，应该是精英的鱼。你看它超难，超难拉的。哇，这什么啦？哇塞，蓝色的哦。哇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沥青，哇，这个大只哦，哦。外观跟别人一样，只是它比较大。
Thank you.
好了，差不多了，钓完鱼了，我先把它收起来了。虾，我们这次钓到了什么宝贝啊？我们光这个鱼就好多哦，大型鱼类的。然后我们的电鳗，是还蛮多只的，这比上次的还多哎。哦，一个五级的，一个四级。哦，两个四级。等一下，活性评级，这个是五级。哇，这也是哎。我这个四级，天性乐观，这也是活力四射，所以它有五级的话会有特性。像这个有两个，哎，这个是不对啊。哦，那三级也有特性，拖后腿成就，激励激发活力三。好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把所有的鱼放在鱼缸里面。哇！似乎太勉强它了，这么大只鱼在一个小鱼缸里面。OK， 还有其他的各种鱼类，这样子我随时要做什么料理的话，就直接拿出来好了，不用喂食，是不是很方便啊？